来不及了，这样。哎呀，杰克，为什么？白痴啊！我走在路上了。杰克，杰克又杰，哇！杰克跑去吃猫啊！哇！哎、欸，我整场都是走在路上，莫名其妙一刀被砍死，死的不明不白。不要乱走啊！不要乱出门，外面世界很危险。你真的都是烧自己吧？谁知道哦？洗一下就没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哎、欸，不是最后一场，最底层啊，最底层啊。嗯，我要拿鸡腿，鸡腿可以偷别人的那个哎、欸，保湿度。鸡腿道具啊？对，买一下。只有烟肉，我没有那个。攻击其他玩家时有 30% 可以窃取一点饥饿值。哦，我要买很多肉在身上。风球是，看看。哦，等你死掉，肉都会喷光哦。啊！我开场就要把它吃光。太饿了。我也要。所以大家一开场就会开始按一二三四五六，是是，然后按了一之后发现他有 CD 时间，狂吃，没有没有没有没 CD 时间，吃完了吃完了，他地上有那个书装饰是干嘛用的？你已经讲出他的功用了。本来卷轴，书装饰，我没注意到哎、欸。哎，哈基，哈基，不要，哈基，打出去，打出去，不要，打我干嘛？杰克，杰克了，杰克了，杰克了，打杰克，打杰克，哈基，哎呦，喵哈，喵哈，喵哈，让我玩一下，我还没玩过，啊，听起来了。他猜一下，他猜一下，他猜一下，死掉，死掉，死掉！猜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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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猜一下。把金刀猜一下。掉，烧掉，烧掉。好好，好听，好听，好听。阿纪，过来，过来，干嘛啦？过来。好好，过来。音乐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要 ！No！No！No！ 我什么冰火告屁事啊？百姓。啊！我被弄死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快点，中间，喵哈，快去！中间，快点，喵哈！喵喵喵，中间在跑了啦！不，中间，打出去，打出去，把打出去，把打出去！不，耶！快点，你这小人！看到所有人死掉，我是三个小人，富豪哈记耶！富豪为什么？我赚最多钱啊！哇，尾刀哎、欸，怎么可能？怎么会尾啊？换换模式吗？好啊，换模式东西哦。现在玩了一个小时，嗯，看看哦、喔，你都直接那个吗？先返回吧。返回，嗯，房间列，哇，我也十等嘞。房间，乱斗模式，好，随机获得物品，在时间内取得最多击杀数获得。啊，不对啊，那就是我们刚玩的吧？不是不是，我们刚刚是经典模式，要逃出地层。啊，乱斗模式他说是随机获得物品，嗯、试看啊。好啊。欸，密码有看到，没关系，赶快进来，五个人而已，我可以踢人，不用怕。好，你开了吗？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先第一个看看，他进吗？你呢？哎、欸，我忘记密码是多少了。Amigo， Amigo， 是前面三个而已吗？嗯 ，Mi Amigo， 没有大写哦，小写哦，小写哦。为什么我一直拼错啊？我是佩佩。A N G A N G， 哦，真的拼错，你知道？因为我刚刚一直想阿米阿米，我一直拼个阿米，你知道？A M I 吗
哎、欸，对。啊，知道用什么角色？叫什么嘞？自己选吗？自己选吧。有随机耶。哎、啊，真的吗？随机啊！哪里有随机可以按？左上还是问号？啊，左上问号啊。左上有问号。哦、对，有啊。我头上现在有问号了。哦、看到了备战。好，我问号了。我选到哪一只呢？噔噔噔噔。就全部都是老练棒棒，是啥？啊！章鱼哥，你看你章鱼最好玩呢、欸、哦！章鱼哥，为什么是章鱼哥？他有买啊！啊！妖哇！章鱼哥，章鱼哥，累积100只获得妖刀诅咒。啊！是不是特别多钱啊？两倍的钱的感觉。对、欸、对，钱好多哦。而且又好像有多一个道具，是不是？一开始有一个，哪一个？你们是什麼？大家是都，我是冰晶，我是神圣戒指。哦，所以大家都不一样。哦，所以是，就可以卖掉吗？你看一下值不值得吧？不是卖掉，考不好下一档会再给一个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还是说他只有开场的时候随机给一个？没关系，倒卖。哎、欸，我有技能是直接两等呢、欸。哦，白痴哦、喔，可以直接选啊？吗？没有吧，还是要买啊？目前是两等，而且是一开始你就拿到那个两等。像是你。当忍者在玩欸，他下巴好长。等下我，啊、我还没放技能，我就被传走了。啊，走开啦！做什么啦？所以这是打架咯，就纯打架而已，好像是啦。不要打我！哎、欸。我在打老鼠，怎么打到一只杰克？打他！对，抓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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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这输可以干嘛？章鱼哥，那个喵哈、啊、喵哈上一场才问过的东西，我没放屁啊，怎么了？白痴，他是尿尿，不是放屁。我没放屁，上一个怎么办？上一个怎么办？杀喵哈很累，他打到一半会瞬移走啊。干什么？那食物干什么？吃什么食物？我吃东西，肚子饿啊，当然要吃啊。你干什么？哎、欸，喵干什么？我忍你很久了，我忍你很久了。我刚出生，回来！不要出生，你先离。给我回来！因为我看不到你们，因为我看不到你啊。看不到。哇！为什么你可以把兵移动？你可以把箭矢射进来啦？为什么啦？阿泰，哎，巨大东西，幽灵什么东西？那什么？右边，在右边。啊！去看，停！哎，好酷哦！那什么？哎，过不去啊！不要靠近我啦！打砸，都推了，推过去。干好多，你见过啊！哎，飘过去走，飘到中间了。白痴，我在回魔了，不要过来了。巴龙哎、欸、，buff 吗？你们就要回血，你说回魔？在、啊、回魔，这里是回魔的啊，这里没魔，这个是回魔的。哎、欸，他掉这个。他是上岸附近会回血吗？回血回魔哎、欸，哦，在那附近回血回魔，对吧、啊？在这边会回血回魔。杰克不要过来了，对吧、啊？不要过来哦，杰克不要过来哦。哎、欸，你是打他会是掉水哎、欸？对，杰克，你给我，你不要给我过来哦。哦，打死他可以回满呢、欸。嗯、哦，可是要杀好久、哦。回满。回满，白痴哦、喔！你为什么可以打到下面去啊？我都会瞬移呀、啊！哦，你早说嘛，不要瞬移啊！秀，干什么？在喝饮料了？干什么？
嗨，要死了！欸、这个冰锥真的是有够烂的。为什么你都可以路过杀人？路过被杀。因为通常我要投的时候，就是我没血。为什么一出生就在尿里头啦？什么尿啦？怎么在扣血啊？为什么啊？你越乱尿尿啊！我没有在上面走动。你不要在那边补血啦！你不行，这样子这边可以补得到吗？不行啊！你怎么可以那么贱呐、啊？杰克好安静，你的麦克关掉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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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我不想被针对。有杰克在下面，下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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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到我看到在下面在下面。草丛草丛，没有没有。我去挡他去路，我去挡他去路。我挡住他，我挡住他了。他死了，有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中间全是尿啊！我也不敢去中间啊。章鱼的好烦啊！哦，繁星在哪里啊？繁星在哪里啊？繁星呢？啊！白痴！我肚子好饿哦。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我觉得你也饿不死的，一直回血。哎、欸，繁星，哇，奖杯哦，奖杯没了，还是他只有一场吗？就这样而已，就这样啊啊！哎、欸，我解锁一个新表情哎、啊，我解锁好多东西哦，小房子，我才一个解锁奖杯而已，好换吗？哦，看你啊，都可以啊，有给你看啊，啊啊啊！返回踢、再一次叫团队经典模式，但它只能双数，以及巨龙模式、嗯、只能四个人，对吧、啊？四个人哦，嗯，啊，尴尬，再乱斗吧，尴尬，哎、欸，乱斗模式好像可以加电脑进来。来吧，再边界，边界。我在做什么？我在实况啊。是啦。安安繁星在做什么？啊。那你在看那什么？安安，他问你，那你没有回答说你在看什么？好啊，你在看什么？你看什么？看繁星实况啊！人数未满是否由电脑补充至满？是。哎、欸，那等一下团队就可以请电脑进来啊。对啊，应该可以。会不会电脑选超强的角色、啊？通常电脑都干。干，真的是。你不能哎、欸，先讲一下，你不能屁股对他，双倍爆，双倍伤害哦。哇。我为什么随机都是这个家伙啊？不错了啦，你那是被打还会顺一周哎、欸。我这是干嘛的、啊？哦，没切了，切了。燃烧斗篷，烧烧烧！不要卖掉啊！嗯、好像不能躲草丛哎、欸，我好犹豫哦、喔。没关系啊，不要躲了。哦，好了，大家都在烧。哎、欸，啊，我解锁新表情，我到底要按什么才会出来？要去设定吗？要去调吗？他有办法调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。然后我现在才发现我完全没音乐，算了。哟，哦，哦，哦，好啊，叫我爸爸，以后你们就是我儿子了。我一开始就在这个刺客。